可是有的还不止讲没人做，还说你是环保团体，为什么你们环保团体不做？就想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么多，对啊，觉得这是那他自己为什么不跳下来做？就应该他自己下来做啊。自己跳下来，所以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不来？我们的概念就是说，我们不会说只讲说这个事情怎么没人做，我们就自己下来做，也就跟你一样这样子。蔡律师，你刚说那句话叫什么？我讲完我又忘了。就他没有讲的很接近的，我讲一个比较接近的版本，就是不要问为什么这件事没人做，因为你就是没有人。这个是英文转换的。英文是什么 ？Don't ask 什么 why？ 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。不是，就是因为英文这个有一个趣味的点在于 nobody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。Uh-huh. Nobody 就是翻成中文，我们把它翻成比较有趣叫没有人，就是说你说 nobody does this， 就是没有人在做这个嘛。Uh-huh. 然后那可是问题是，你可以讲，但是说。Nobody can do this 其实有两个意思，就是 nobody 是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，可是当你是 nobody 的时候， nobody 就可以去做这件事。糟糕，我讲的也解释的也不是很好，哎，糟糕。没有，因为它的趣味点就在于说啊，要把那个坦克的那个漫画找出来给你看。好，你译给我好不好？英文应该还可以看，可以，我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就是有我讲那个漫画，那漫画很有趣，就是他画那个一个很可爱的人在挡一个坦克车，就是在，我可以照你的脸吗？不要不要哈，就是有在讲那个什么，就是你知道挡坦克车就是六四那个时候嘛，嗯，他就画一个可爱的人在挡坦克车，然后旁边的人叫他快逃。他就是讲说什么 nobody can stop them， 就是没有人能够挡下他们。然后他就讲说 I am nobody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 I am nobody 就他是另外一种 nobody 的意思嘛，嗯，因为他那个原本的文法是 nobody can stop them。对，所以他是 nobody 的时候，这个 nobody 就可以来 stop them。OK。所以就是衍生成，我们就把它硬翻成中文，就是。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，因为你就是没有人，你就可以做这件事。嗯，所以我们就是动手做的社群。哦，对，我们不是那种只会讲话不做事的。哦，了解了解。这个社群是由谁这个发起的？CEO 高家良，就是也叫做高村长，他就是我们在那个游戏里面要去最后对付的对象。对，这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好，不会不会。